富士山下一笔5亿元的遗产，八个贪财好事之徒。我没有去世之前，全部的财产仍旧是我的。一点财产拿不到，这算什么意思？把我们秘密都嚷嚷出去的话，你们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100万不能算是太多吧？没人陪你了啊！我把你们一块杀掉！记住啊！哎，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，谁反对我就对付谁。5亿元。